这场游戏呢，其实解释在这儿。这是一场先去打点了，大胜。便由体魄大度王子决定。体魄大度王子，请。我要挑战喜大度王储摔跤之技。所以我根本就没办法摔跤。打斗不限规则。谁会战到最后就是胜者，将会迎娶耶稣托洛公主为妻。摔跤，可惜大豆的手指有伤，他怎么打？要有信心，孩子，你的爱，你的信心就是西达多的力量。西达多王储，你接受体魄大度王子的挑战吗？手断掉，哪一个技能都没办法。手是痛的痛，还好他后来硬掉了，没知觉了。前面都是一直被挨打哦。他是以智取啊，大智慧，而且他重点是他有禅定。啊，那个很爱生气哦，所以那个神经元就差很多，爱生气。修行是不能生气的，爱生气，要好好反省哦。
在攻击悉达多，悉达多却不反击，这太残忍了。要是攻击提夫达多，悉达多只会伤到他自己。王储没多久就得败下阵来。王储，耐心掖住武器，耗尽敌人的力量。哦，你导师发出最后一击。怎么了，王储？没劲儿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起来。认输吧，滚出血区大典，不然你又不是猴子，你干嘛一直这么高兴？为什么呢？这是两头太子，悉达多，只有你才是我爱的人。难道你想看到耶稣陀螺身陷美娘的境遇？我选择你做我的师父大人，不会把这权力交予他人。CD 有什么好？又不是转能胜吗？我会痛的，我会痛的。
要我不干后，您的手掌将坚硬如石，感知不到疼痛。所以我们现在终于知道，你看这痛也都是从我们的这个神经了。你看，师尊真的是不愧是神助的人哈，那这个是所有的361,119,500同名同号都是认同师尊的啊，师尊又推荐我们，阿弥陀佛，就是我们的灵性的父母，你看，我们从这些的竞赛里面呢、啊，其实师尊的慈悲哦，总是有。来自于恭敬兄长的这份心哦，都没有想要置人于死地的心呢、啊。他的善心善念，而得到所有的佛菩萨。回旋听，真是非常有福的，不止文武双全，智慧顶尖呢、啊，也是我们世界之光、世身之父、天人导师，感恩。真正的上帝，我说的对，新大陆一定会赢。我很高兴地宣布比赛结果，将我的女儿耶稣陀罗。许配给圣哲悉达多王储，那也是阿斯巴的愿啊，他永远都跟这个云童子，爱到比丘尼是我们最好的，就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重新来的。哲理高显本意意思。告诉我，老师，请御医了。是。
等等，拉什克，悉达多，不用急于离异，我们只需给他些水就好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，自你受伤，他力米未尽，滴水未流。又要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你看。哎，那里有一个房子哈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我们的修行人哈，不能生气，一生气就掉下去。我去喜马拉雅山就骑白马，这一只咖啡色的马我没有骑。是要洁白啊，洁白的心啊！你要是上主，你看，又来了，咒，回答我，咒，你看，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？很公平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？你把诚心忏悔，就好的力量下来。你看，可是他就是唱那个。接触另外一个那个能量，你看，下去吧。不问吗？你什么时候？